再跳了，好吧？噔噔，跳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开箱我收到的品客。这个品客是有经过特殊，就是有设计过的品客啊。它这是什么啊？它这可以变换它的脸啊！你看，这样吗？这样抽，你看。我也可以啊！你看，喜怒。我也可以啊，你没有喜怒哀乐啊，我好可爱哦。那、啊、这就是可以，哎，品客现在也开始就是会发一些比较特别的礼物哈，小礼物。今天我们经纪人给我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这个公关盒很棒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他就说他觉得这个设计的很可爱。啊，看一下吧，我也很好奇里面是怎么装的。我打开喽。哎，其实真的很爱吃品客，他算是我们以前。很就是大家的回忆中一定会有品客啊！哇，好可爱哟、喔！看一下，还有 pizza， 还有 cheese。哎、欸，先看，哎、欸，他写一个卡片，卡片，他把它念出来，念出来，念出来给大家听。哎、欸，这很用心哎、欸，他们公关非常用心。我不平衡。因为他只有写土星天才男，好吧，我已经自从吉星女孩之后，我已经慢慢淡出 YouTube 圈了，最近开始走幕后了，想不到这来这么快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其实啊，当公关有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就是字要漂亮，我觉得这超重要的、欸，他的字也超级好看。我觉得当官有一个很重要的。地方就是不能错过你，对，要注意谁是幕后，幕后其实很重要。好可爱哟、喔！他写什么、啊？他是写说，他说可以看看里面的惊喜，喜欢可以帮忙分享，这次不会再错过了，谢谢支持品客哟。写这个信的人呢，就是也是同时经营品客 Instagram 的人啊，你怎么知道他写 From Mr. P？ 因为我跟他有聊天，所以他写的内容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小编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来看一下有什么口味，总共有四个口味。他有四个，而且有四个颜色。他这里有 Pizza， 然后还有 Cheese，、嗯、还有酸奶，然后还有这个是原味。哎，问你哦，品客你最喜欢哪个味道？其实我们先诚实讲了，其实我们现在很少在吃洋芋片，因为其实我们淀粉比较少，吃比较少。可是以前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真的一定要吃的，每次看电影一定要买一下。我记得我还是最喜欢吃原味，而且以前一次都要拿这样一点，然后这样放进去。哎、欸，我喜欢品客，没有人一次在吃一片的，都买吃一碟。我喜欢他的披萨。而且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品客有个很棒的，就是以前我们吃那种洋芋片都会觉得很不整齐，嗯，然后每次吃品客就觉得它每片都很整齐，它就是每片都很整齐、啊，然后心情就会很好。就是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如果有一点裂开，就觉得哦，少了一点什么。没错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，哦，这个是星星应该是什么让你玩什么、啊、玩游戏，有可能有什么小游戏，还蛮可爱的。哎、欸，这很适合如果我们之后集齐要拍什么活动的时候，可以拿来讲。对，举牌，举牌，举牌用。哎、欸，还有啊，这个还有其他的，我们这个是什么？看吧，这个我看看，这个你觉得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感觉是一整组，可能筷子啊、吸管之类的。对啊，感觉好像，看一下，反正就是玩游戏的。这个是吸管啦，它有粗的跟细的。哎、欸，这是软的、欸，是细胶的那一种。可能要玩吸品客游戏还之类的。怎么可能吸品客？我跟你讲，你吸，你吸给我看，你吸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吸得起来。不然现在是怎么可能品客吸得起来？哪有可能？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。这边还有、欸、啊，这我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马克杯。那我也知道，上面这边有图案，好不好？打开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他说这是品客梅森罐。为什么是梅森？梅森。梅森。啊，这所以那个吸管，这个可以多用途哎，这个可以拿来装饮料，而且还可以拿来装一些坚果啊什么的。所以刚刚的那个吸管是不是拿来喝这个啦？我真的不晓得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我真的不晓得。而且他有附这个吸管，是要放在哪里用？是穿过这个胡子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应该是，就是你穿过这个，嗯、哦你，所以这个不是玩游戏啦，就是穿过，这让你拍照用的啦。啊，好可爱。他这就是让你拍照用，很用心耶。他这就是这样让你拍照用，然
然后你喝饮料的时候就可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啊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。他，你那只，你这个应该用粗的吸管、啊、之类的，应该是这样，它会滑下去。我猜应该是这样用的。对，就是这样啦、啊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我这个洞太小了，我把它塞进去。这样讲好像有点 A。有了，进来了，我进来了，哦，有点紧。这整个很 A。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它是这样用的吧？这样，对，是不是？很可爱啊，很可爱啊。然后这个就是放小洞的，这样啊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啦，我觉得它就是这样用的。可是这吸管还蛮实用的，就可以带出门。对，吃一个啦，那深夜我们吃一个口味。我可不可以吃披萨？我想吃披萨。我都可以。我们吃一点点，开一个披萨来吃。口味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。品客不晓得现在一罐多少钱哦，可能还是要不晓得，打开来看一下。噔噔，我喜欢它，哎、欸，它配色还蛮特别。这个盖子是红色，底下是蓝色，蛮跳的一个配色。这配色很可爱。对啊，这个是 cheese 口味，热量。看一下，啊、吃洋芋片没有人在看热量的啦，我拜托。那你猜多少？我这个100公克啊，起码在。500卡，400多卡，没有那么少，100公克超过600，没有，它一份呢有27.5公克，哎、欸，没有那么多啊，对，一份就27.5公克，本包装含四份就刚好差不多100公克啊，对，然后它每一份是139大，对啊，那我猜的差不多，算蛮准的，400-500卡，好香哦。Pizza 第一片先给你，我跟你讲，品客就是每一次都是很完美，每一片片片都很美。我跟你讲，品客没有你这样吃的，啊、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吃一点，以前现在不行了啦，年轻人都这样吃啊，不要吃完，你还要去运动。好，我浪漫一下没关系啊。食品哥是一个很棒的哥哥。嗯。好啦，谢谢品客啦。这次总共送给我们4个口味，这个黄色的是 cheese 我也很爱。我比较有印象的是 cheese 啊，味道也很重。然后这个是洋葱，好吃哦，过瘾。为什么要减肥？我跟你讲，减。运动就是为了要吃更多的东西，好吗？好不好？人生找60分。那这个是原味跟披萨，那谢谢品客寄给我们的公关品，好吃哎、欸，跟大家分享。大家公关品好可爱，对，很可爱。那我拍到这喽，拜拜。Bye